公开这题哦，他说十的一点八四一次方等于六十九减四，十的负的零点一五八次方等于零点六九五，求 log 这个等于怎么算？来，首先来第一件事情，麻烦你把题目这两个条件，把它抓起来取 log 取成 log 行不行？好，这 log 以十为底，这样行不行？底数是十的时候两边颠倒，所以 log 以十为底，六十九点四。等于1.8414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后，麻烦你这时候马上改成多少 ？log 6.94，好不好？所以说马上把它求成六个 log 6.94怎么算？基本上69.4，6.94，小数字有没有一样？有，所以说小数点一样是0.8414，两位数首数是一。那一位数的首数是几？零，它可以写成0.8414。OK， 这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一样，这底数是几？十，所以一样 ，log 以十为底，这样行不行？两边颠倒，0.695，算出来等于几？负的0.158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只是写到这边，老师想请问一下，注意听，哎。喜不喜欢 log 这样写？不喜欢，因为小数点有什么号？等号。所以说怎么办？麻烦把加一行不行？把加一之后，把它写成负一加上0.842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所以说写成这样之后，老师可以推得，好不好？先把它还原成 log 多少？6.95十哎，它可以直接写成零点多少？842。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今天重点先把这 log 6.94 和 log 6.95先把这两个找到，找到之后再去求这个东西，了解我这意思啊？所以说了半天，所以这两个条件你要先把 log 6.94 和 log 6.95找到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所以三个今天要求多少？求这个东西 log 多少？把6947开几次？开五次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开五次就是几次？五分之一，所以把次数往前飞，它是五分之一乘上 log 多少？6947，行不行？所以说我这题我只要把log 6947算出来就好了。那怎么算？首先你观察一下，要算 log 6947之前，我先把谁算出来 ？log 多少？6.947，我先把这个数字算出来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那怎么算？因为我这边已经有 6.94 和 6.95 了，那 6.947 会介于这两个数字之间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把它拉出来，在另外一边用什么？用内插法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。来，首先看一下这边是几？ 6.94 6.94 这边是几？0.8414，6.95哎，这边答案是几？零点多少？8420，好不好？麻烦你哈，这时候尽量小数点要一样，好不好？8420，来听。那今天求多少？6个多少？6.947，6.97，所以说小数点对齐，大家都补一个零。我假设它答案是多少？答案是8414再加 A， 好不好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哈。说麻烦你用内插法比例原则，它比它会等于它比它，这样子就算出来了。相减剩几？七。相减剩几？十。相减剩几 ？A。相减剩几？六。相减不行，交叉相乘，十 A 等于42。所以 A 就是几？4.2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可以哈。所以说加上 4.2， 所以加起来是几？8.4182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这边答案就可以写成0.84182，好不好？84182，这样行不行？各位可以哈。那老师问你，那6947哎，6947是几位数？四位数，因为数字一样嘛，所以小数点是一样的，四位数，
所以告诉我手数和日期三，所以说它可以写成3.841182，把3.841182去乘上五分之，好不好？你去算一下好不好？算算是0.768364，好不好？所以3.841182去乘上五分之一的时候，算算是0.768364。0.768364，题目说什么？他说用45路上小数点下第几位？第四位。所以说这边第六位45路下去变形 0.7684， 好不好？把这6 45路到第四位，所以0.7684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，好，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